后来他到了龙潭，和尚的规矩，一到庙子挂单，先跪下来，到开堂，开到挂单拜佛。他在拜佛的时候啊，就讲了走向龙潭呐、啊，啊，都那种龙潭才是名气太大了，杭州啊，祥木这个音响我听到龙潭。就像龙潭啊，真到龙潭啊，龙也不见，潭也不歇，这个很厉害啊！啊，翻成白话的了，周总是仰慕大名龙潭禅师。我现在到了龙潭地方，龙也没有看见一条，潭也没有看见一个潭。潭水，换句话，眼睛里没有人，老和尚这个大师，龙潭大师也没见到，就这样说。哎，这个龙潭大师站在他旁边，他不认识，以貌取人，说啊，他依法不依人，他依人取人了。龙潭大师说：“哈、啊，如此真的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”如果你真的这样虚子撑到了龙潭，你总是真到了龙潭了啊。如果是这样呢啊，虚还有个虚口的虚，不是虚啊，子真的虚中虚，你通过了虚子撑到龙潭，真的龙也没有，潭也没有，什么都空了嘛，你就得到了。这一下就得算完了，给这个大师这一棒一打下来啊，那么我又差过来了。苏东坡后来也修禅了，修禅拼命念咒，所以有一首诗，他修禅讲禅心得的正改，有一首节子苏东坡全集上是没有外籍有的。他这首诗我插过来啊，这么做的苏东坡别周德山此个两三百年了。周德山是唐朝人，周德山才是苏东坡是后来宋朝人。不过我现在插过来讲，苏东坡讲苏福禅的正改悟道上怎么讲，庐山烟雨是解江桥。苏东坡也是四川人，我们一提都是四川老乡啊。这四川老乡在文化上啊都是领头的啊。庐山烟雨解江桥，未到千帆恨未消啊。没有到过庐山看过，没有到过杭州解江啊，媳妇看过，恨死了。听说风筝这么美，这么肿上去，及至到来无一事啊。这两个地方，杭州的书体西湖上，就是苏东坡在那里下放在杭州的时候修的，所以叫书体。庐山嘛，他也住过了。即至到来无疑是到了庐山杭州看看，到了以后呢怎么样，庐山烟雨解江桥，不过如此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修禅的真感。本地风光，庐山烟雨解江桥，未到千般恨未恨不消，恨不消啊，恨不消，未到千般恨不消，及至到来无一事啊，庐山烟雨解江桥。这个道理插过来这一段，等于注解了龙潭禅师答复周真刚的话，周德山的话啊，龙也不见，潭也不歇，这位禅师说是这样吗？
那就是可你真到了龙盘，到家了。这一下，白沙一听啊，跪下来拜师了。后来因此而悟道。简单的说啊，详细的你看，五灯五黑圆呐，紫路远路，又就是最初的全灯路啊啊，这个上面都提到很多，就是禅宗的历史。鸠德山悟了道以后，他讲了两句名言：“修问好，啊，佛修高有什么用？重聚玄变，树一好至于太虚。”你们修我了。要修佛读书，重要的地方、要点的句子，你看我不要你们背记的，我要靠脑子、靠心里头记的。现在一背就出来了，重聚玄变，如一毫之欲太虚，且是机书，且是机书，初基础。到这来就是两个字勾一下嘛，基数。不是啊，说这本这是基数，只一地投于巨火，你看他的学问多好，出口成章。他悟道以后，就把自己写的《金刚经》《诸葛青龙》一把火烧了，不出版。没有用，他怎么讲？重聚玄变，学问最好啊，懂得逻辑、哲学、宗教什么都懂，思考怎么辩论、怎么辩证，用什么辩证法辩证这个真理，都不是真理。学问越好，各种辩证等于一毫一根毛在宇宙里头一样，那么轻，没有分量，那么没有用处。且是积蓄啊，出息啊，啊，他记得 啊翻过了啊，他说你用正机关怎么好，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都搞透了，透这这个事等于啊一地透于巨火，等于一个大海呀、啊，大的山谷里头，你滴了一滴水一样，有什么用？就去问没有用。真正的悟道修持，这个才有用。可是你们诸位年轻出家同学注意啊，不要拿鸠德山这两句话来自己标榜啊。他出口可以讲得出来那么好句子，哎。你不一定啊，他可以举很多的书，你做不到啊。所以他后来的教育法，他喜欢用棒。用棒并不是要打死人，狠狠的打了，他手里等于拿一个教鞭，哎，你来问他问题，啪你一下，啊，就是这样，所以叫德山暴。后来的灵济祖师啊，你问他问题，他就给你一否定，哼，声音很大，之后你一下叫灵济活。云梦祖师的作风呢，教育法不同了，哎，就吃点心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，跟他学的人很多啊，啊，都唐代的时候，这几位大师门下。都是几百到一千呐、啊，唐代的人口，哈，并不是现在十亿人、十二亿人，哈，最多一亿还不到哈。那个时候地广人稀，所以他们门下跟他学的，啊，几百千把人是很大一个场面了、啊。
每一次在吃饭的时候，人们总抓去那个喜欢吃饼，薄饼拿去，大家吃饭的时候他问这个是什么，大家听你们呀，一声不响一个都没有答，这个是什么？人们饼。这是一个教育风范。赵州禅师有人来，你想见师父、讲佛经都可以，真正问到禅佛法的修持，是吧？真正的佛法传得跟我好不好？请喝茶。讲完了，你不懂正确了。啊，佛法就在喝茶那个地方啊，所以刚才吃了点心，我也请问一下，你那个心馒头点到哪个心去了？哈，吃下去点哪个心去了？还是过去心啊、未来心啊、现在心？如果你问我馒头点了哪个心，不要啰嗦走哦，我到胃上去了，点个什么屁的心啊，对不对？这是老实话啊，这就是禅。所以禅宗的教育法，刚才告诉你真做功夫不要喜欢听这些，所以禅宗的风趣、禅宗的幽默、禅宗的文学、禅宗的辩论、禅宗的哲学、禅宗的科学，哎哟，有你一些博士论文可以写一两百个题目，就博士论文的题目多的是，真的不相干。真的禅宗要自己修正到了，随便一举一动，所以阳明顺目，就是那阳明就是眉毛眨一眨、挑一挑、眼睛眨一眨，他就懂了。阳明顺目即是，所以还有个禅师啊，唐代还有个宗族一个太子来出家的，到了龙潭禅师啊，龙府禅师那里出家了。龙府禅师他有一天修持用功很好，跪下来问师父：“师父啊，佛法那么多，我请问一个问题。”啊，你问啊，如何祖师西来意？达摩祖师来传禅宗传来的什么东西？这个师父怎么说？手指门口外面有一座山，我们中国老规矩，大门外面一个山摆在前面叫做暗山，桌子一样，等于我们坐在这里前面有个桌子。他说你问这个吗？等暗山点头时再跟你讲。这禅宗教育法，那这一辈子一百辈子也没这希望了。哎，可是他就开悟了，在暗山点头的时候再跟你讲，就是这样开悟的。诸位，你们说说看，青年同学，这在哪里开悟开悟的？啊？不要客气嘛，你不开悟也可以尽管讲嘛。哎，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，人家问，暗山点头。
才说点头，头一点岸上哪有点头事啊？哎，是答复他两句话嘛。才说点头，头一点岸上哪有点头事？就在这里，就在本位上。我们现在点心也吃了，故事也听了，今天是第二天第三天，很轻松啊。这个不是打气，要打气你们两个腿受不了，不是这样很轻松。今天你看哈，快了哈，此中日有花红，下周座位摆好走几圈啊，又是一个星来了，又要吃点心啦，行不行？才说点头，头一点呐，岸上哪有点头事？你看外面街上车子响，汽车的按喇叭，零碎的杂音都很多。当你一在什么都不管的时候，这个外震动你了不相干，你耳根圆明，非常清净，不要另外去找一个清净啦。然后即使在一片居住我任何一处任何一点上，永远保持此心的安详清明。嗨，三年五年没有不成功不成道的，就那么简单，就那么难。所以孔子也说，孔子传道给曾子，曾生曾子是最诚恳的学生，现在那些人乱用他的名字。有一天孔子站在那里看到曾生走过来，曾子大概就是我们这样形象啊，规规矩矩，目不斜视，端端正过来。孔子就叫他了，在《论语》上的记载你就看到，生佛曾生啊，他不晓得老师站在哪里，他一叫他名字，他一抬头一看，喂，就是说，是，哈，孔子抓住那个机会，
身后五道一贯之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就是这一念清净就对了。所以叫一贯之，就是这个一贯之，就是这个一路下去就对了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一路下去就对了。所以叫做一贯之，现在乱来了，变成一贯道了。哼，就是孔子传讲生五道一贯之。曾子曰：“楞严，喂，是，知道了，懂了。”等曾子悟道了，喂，是。下面两句怎么说？曾子出，老师当时抓住机会传给他，指点他，就是这个悟道一贯之。曾子曰，曾子说，答复了，喂，是了，我懂了。曾子出，回头他出门了，离开这个禅堂一样。门人问，其他同学跑来，哎，你刚才老师对你那个态度不同哎，后来传来你密宗了啊？门人问，究竟传来你什么？曾子曰，曾子只好对这一批同学啊，点心没有吃饱了，哈哈，晓得他不能懂，就变来的话，夫子之道，中恕而已呀。老师没有别的秘密告诉我啊，好好去做人啊，好好去做事。忠，后世以外是忠于帝王，忠于领袖，忠于别人，忠于长官，忠于太太，忠于丈夫，对个人而忠，把忠是中国字解释错了。忠，你看中央的忠，下面一个心，两心摆在中间。对一件任何一件事情，没有不尽心，没有不尽力的，这个位置忠。因为忠诚孝子，非要杀了头才别忠诚，那就是狗屁的中国文化。当然会杀头，为了真理，前面自己生命都不管，就忠于即事，所以为之忠。做人恕。嗨，女孩子的心肠一样，跟女孩子啊心肠软的，本来生气得很，这个哎呀，小姐你很漂亮，妈妈你不要生气，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算了算了算了，推己及人，替人自己想，替人家想。你看那个树人呢，女人下面一个心，我们讲骂人的，你这个妇人女子之人，我说你不要乱骂了。妇人女子之人，那就是慈悲心的开始啊！啊，你没有妇人女子之人这一点，你还做不到呢。所以那个素质是对不对？就是女人下面一个心，心肠软一点，不像我们这些男人死硬的心肠。上座。